大平建筑还有一万公司，淡水塘，李光辉。
正风水也叫人讲心甘情安，五大主会推广三拜进步。以求讲以信奉祖宗人尊心，心地的人上做咱天，咱是王庙，庙会精神，委员会全体委员。我下地主心路，大家交流。我是弟兄，素心在八地有份，会当比咱吉王庙全体委员都好听。建造委员会全体委员，中干副中干，罗子福寿罗下地主，我做主会，大家做头路，头路成功，做事业会当。家家如是，会当成功顺利。公司在外，大家停车出平安，东西南北边，会当弘扬化解，平安又大事。天成胜利，地翻山倒海，是荣华富贵，生意兴品，财产日进变富足。永祝光辉兴旺，兴盛无穷。永祝大安光和平，一出车我摇下音，一安清秀，一安圆满顺利来拜。再拜三拜，来请了。下阴地安清楚安宁，天中的风为圣王，下不安宁，天上圣道人王，下不安水，下不安水，下不宁，祝生人牛不能进行，中华万岁，天地人心，圣修不忧，圣修修安，再三百。来感谢，感谢咱中央，感谢咱中央。